嘉文，嗯，我这有一份哦，商品上市的计划书啦，想要你看卖者。好啊，无问题。嗯，总裁，请坐。好。总裁。嗯。你面色无啥好看嘞。可能是睏无好，头壳有淡薄仔疼，无代志啦。嗯。总裁，这是去年的企划案已经执行完毕了。啊，我听不到呀。啊，宝弟，你稍等我，我等下办公室。对，新的企划案来了。哎，总裁，你要干嘛？爸爸，你那有没有昏倒啊？没事情啦，别烦恼啦。爸爸拜托你，好好照顾你家己，好不好？雅君啊，爸爸唔惊死啦，我是烦恼我死啊，是啥物人会照顾你？你也知哦，我过来甲天威集团这个事业交予你了。爸，咱的即阵啊，你就当作是咧度假，公司就交予我来处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做任何决定，一定要经过家人的同意。你若是同意，你才会当甲公文签出去。我知啊。刘嘉文，我这个代理总裁就麻烦你照顾啊，我一定会。爸，公司有我伫了，你会当放心。等伊出院啊，我一定会甲公司幸福你，你就好好养病哈。好，李白。嗯，拜拜。谢雅君，刘嘉文，请你把控尊重的好不好？我现在是阮爸的职务代理人，请你叫我代理总裁。请问姐。代理总裁，这份清款的资料是什么情形？想要做蔡正祥候选人，伊的支出拢是公司在找，而且该拨款给伊的竞选总部啊。我是用投资的名义来去清款的。蔡正祥候选人现在就是咱天威集团投资的标的。这份清款的资料，我不可能签的。刘嘉文，你凭啥物啊？别恁爸死恁妈，我袂当辜负伊。你想要是卖白目哦，那么我绝对给你开除，你别想。李白，哎，李总裁，刚刚出代志啊啦？什么代志？讲好清楚。头先吼，消防熊熊大火已经报警啊，嘛已经通知大批的消防队过去啊，希望火势吼控制会掉啊。你讲啥？现在你要大条代志，烧着人嘞！哎，别紧别紧，哎，大小姐，我拄仔带去病院看咱遐受伤的同事吼，顺着安大遐家属的情绪，即摆才赶回来啦。咱咧员工的伤势安怎？好佳哉，拢轻伤，并无啥物大碍。这当公司吼，不幸中的大幸。你确定是不幸中的大幸？当场所有爆料，全部拢是易燃物，一日啊就烧起来嘞！现在连生产设备都已经烧坏去了，所有的运作都已经受到影响了，包括病院准时交付给客户的违约金，这边会造成的损失不是千万，是几万亿，你要怎么负责？根据警方初步的研判，起火点是伫咱仓库的围墙啊边，
迄是有人咧偷偷啊收粪扫，才会去收留咱的迄条枪棒。你袂当将这摆失火的责任，拢直接卸对我身躯来，这对我足无公平呢。你是厂长，工厂发生什么代志，拢是你爱处理，你爱管的，这全部拢是你的责任。谢亚君，叫我代理总裁。你若欢喜，我给你皇太后买药的。我拜托你，较冷静好不好？咱的工厂有投保全额保险，这届的损失当地的理赔。你卖为难厂长，也无做唔着代志啊！你给我掂去，我即马是徛伫个总裁的管道，维持公司的制度。天威集团倒一个部门出问题啊，主管拢已经出来面对，接受处罚。我今日若是无追究陈总裁的责任，那恁以后大家都会让我袂赴啊！你敢知影？火力即马工程哦，因为火灾需要停工一阵啊，那恁哦，嘛无需要重整啊。处长。放心，我会去办完。不要紧啦，无想到总裁是这款查囡，我早就应该爱看破。天威早晚一定爱交予谢亚金管理，这款把员工利用煞，啊，就脱脱家的公司，我嘛不爱待啦。你，处长。